大家好，我叫 Sandra， 今天我想来带大家看的这间是明亮而开放的角落套房，它是一个一房再加大书房的单位，位于在703-888 Pacific Street Downtown 温哥华，那我来带大家进去瞧瞧吧。这间746室的一房再加大书房单位，内部全面装修，像是硬布地板、大理石的墙面，还有厨房的花岗岩台面，还有我更喜欢的是它的明亮的落地窗。它的主卧室呢，又加了设计师的壁纸，还有它的浴室又换了石灰花的瓷砖。第二个房间呢，不只是一个书房而已，也可以变成另外一个房间哦，又加了安置了日本的收据门。该建筑呢有室内游泳池、桑拿、壁球场，还有高雅的休息室。当然走不到几步，你就可以到所有的腰汤的餐厅，还有购物区买菜， Fresh Market 就在楼下。散步、跑步，搭个小船去 Granville Island 也没问题哦。谢谢大家参观我的影片，我叫 Sandra， 有问题请打604-218-0287。